怎么想到和我一起的？看来我在你这里是抹不掉工作狂这个印象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是很想跟你一起出去旅游的，就单纯的放松一下，免得我们两个凑到一起永远都只有工作。好，我会尽快解决。我们要抓紧时间解决林大海的问题。好，拜托我帮忙调查林大海的人其实是严队。当年黄金大劫案的侦查是由 A 国警方负责的，调查结果和相关资料是在劫案后转交给我国的。给董和川定罪量刑的证据链不能算十分完整，法院也是依据他的立功表现从轻判决。那时严队已经加入了刑警队，曾负责协同处理这桩案子。不是，引起严队怀疑的是林大海他自己。我之前说过，当年警方抓捕归案的只有董和川和仅剩一口气的抢匪头目，团伙的所有财物都属于赃款，成员们基本都无亲无故，没有多余钱财进行民事赔偿。因此作为受害人的林大海一家既没有看到罪犯罪有应得，也没得到什么赔偿款。当年林大海的母亲久病缠身，林大海正在读高中，妹妹读小学。父亲本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也是唯一经济来源。出事以后不久，林大海的母亲就受此打击，病故了。之后林大海一直半工半读，一兄一父的抚养妹妹长大，直到妹妹大学毕业结婚。严队从知道这个案子起就一直很关照林大海，逢年过节也总少不了去林家看看。前不久严队偶然发现林大海的工作居然与董和川有交集，是的，而且他们过从甚密。林大海频繁出入收押董和川的监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偶然发现的。上个月我去监狱找一个犯人询问手头案子的线索，结果意外碰到了林大海。他说是要写犯罪纪实报道，所以来监狱对犯人们做采访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和我说话时一直有点慌慌张张的，还心不在焉。我担心他遇上事儿了，就私下和狱警打听了一下林大海近期的工作情况。结果就打听到了董和川。可不是吗？狱警和林大海很熟，说他来这里做采访已经有快三年了。我看了他见过的所有犯人名单，人数不少。董和川并不是林大海约见最多的，但却是和林大海关系最好的。我这是第一次知道林大海在报社负责的是犯罪纪实板块。可我也问了报社，虽然确实需要他来监狱采访，但采访哪个案件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。你应该又找过林大海了吧？他怎么说？他说自己采访董和川
只是想了解父亲当年遇害的情况。他之所以愿意把黄金大劫案写成纪实报道，也是想以此警醒世人少作恶。听上去这个理由是成立的。如果他仅仅是采访，我可能就信了他的说辞了。但就在上个星期，他从狱警那里知道了董和川减刑释放的消息，紧接着他就和报社请了年假，说是要去参与和应娱乐举办的寻宝活动。我上网一查，那个寻宝活动的举办地诺斯塔岛，就是他父亲当年遇害的地方。董和川出狱后又行踪成谜。你是担心董和川也去了那个岛，林大海是去复仇的？没错，我可不想看到那傻小子走上不归路。严队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他对罪案是十分敏感的，再加上他对林大海本人的了解，我也认为林大海有很大可能是来岛上寻仇的。没错，你很敏锐，严队的说辞里确实有疑点。